新闻来了。今天是2021年12月20日，星期一，农历11月17。首先进入要闻。19日，内地奥运健儿代表团抵达澳门，开展为期3天的交流活动。代表团成员包括苏炳添、马龙等29名在东京奥运会上取得佳绩的运动员和3名教练员。香港特区第7届立法会选举投票19日举行，这是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后的首次立法会选举。最高法发布规定，明年1月1日起，人民法院组织的司法拍卖房产活动，受房产所在地限购政策约束的竞买人申请参与竞拍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下面是一组资讯。19日起，陕西西安雁塔区小寨路街道长安中路33号长安大学校本部住宅区河北苑宿舍区调整为高风险地区。19日起，广东东莞大朗镇长塘社区长塘花街2街133号、143号、163号，大朗镇大井头社区碧桂园凤岩苑5幢3单元调整为中风险地区。日前，山西孝义西新庄镇杜溪沟村盗采煤炭资源案涉案矿主杜某落网。近日，广东广州一家化妆品企业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据悉，这是国内第一宗因化妆品抽检不合格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的案例。19日，2021羽毛球世锦赛女双决赛，中国组合陈清晨、贾一凡2-0击败对手夺冠。日前，四川成都获得2023年第81届世界科幻大会举办权，成为中国首个举办世界科幻大会的城市。当地时间19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抵达贝鲁特，开始对黎巴嫩进行为期4天的正式访问。菲律宾警方19日晚消息，台风雷伊已导致菲律宾至少169人丧生，上百人受伤。近日，浙江杭州，一名5岁男孩独自在马路上穿行，出租车司机洪师傅看到后缓慢行车跟随并报警，最终帮助男孩找到妈妈。接下来是一组服务信息。浙江省教育厅19日消息，参加2022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初试的考生，需提供首日考试前48小时内浙江省医疗机构出具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方可参加考试。为加强疫情防控工作，20日起，陕西西安暂停执行工作日机动车尾号限行措施，恢复时间另行通知。20日起，河北石家庄市区内小学生和幼儿上下学可免费乘坐公共汽车，其陪同的一名家长或其他法定监护人也可免费乘坐。中央气象台预计，19日20时至20日20时，新疆、内蒙古、黑龙江、西藏、青海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广东、广西、海南岛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海南岛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今天距离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46天，一起为冬奥加油。感谢关注央视新闻，更多资讯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我们明天早上见。快速滑行，压不转弯，急停急骑，闪躲腾挪，合理冲撞，阻截拼抢，令人窒息的激烈对抗，射门，直径
7.62厘米冰球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冰球发源于加拿大，是冬奥会传统项目，1920年曾被列入夏季奥运会的比赛项目。北京冬奥会冰球比赛在北京赛区进行，共产生2枚金牌。冰场四周有牢固的界墙，两条蓝线把冰场分为三个区，首区、中区和攻区。进攻队员不能先于球进入攻区蓝线，并首先接得球或触及球，否则会被判为越位。冰球比赛对抗剧烈，手中还握有球杆，装备防护武装到牙齿，女运动员、守门员和青少年运动员还有特殊规定。球场内有9个争球点和5个半径为4.5米的争球圈，中心争球点是蓝色，其他所有争球点都是红色。每局开始和每次比赛停止以后，都将进行一次争球。双方各6人出场，比赛共进行3局，每局净比赛时间20分钟，局间休息15分钟。平局需要进行加时赛，首轮比赛为5分钟加时，各4人出场。其他轮次或铜牌争夺战加时赛为10分钟，金牌争夺战为20分钟，均为5人出场。加时赛实行突然胜利法，一旦进球，比赛即时结束。加时赛仍平局，射门比赛决出胜负。比赛中换人次数不限，没有名额限制，队员犯规处罚非常严厉，小罚对小罚，大罚违例、严重违例停赛。受罚队员需要待在特殊区域，守门员被判小罚，由场上其他队员代替受罚。比赛中经常出现双方人数不等。冰球赛场是运动员的秀场，秀战术，秀勇猛顽强的冰球精神。冰球赛场是球迷的节日，喜怒哀乐，热血沸腾，仿佛享受一场饕餮盛宴。我送你回家好不好？你家在哪里啊？那饼干要不要吃？我看见那个小孩子跑到路口去，东跑跑西跑跑，然后人家出租车、私家车开来开去都顶撞死了。我的意思，小孩应该有个家长，然后没有，我跟把他引诱到我车上来，上车给他吃东西，第一时间报警。我想他父母亲也肯定急的，他妈妈也赶到了，就说转几百块钱给我，我说不用，我说我要去做生意了，好，我就开走了。